亲吻迂回攻击具有侧翼。前侧遭到了重击，撑完这个三分钟，我看有点悬呐。经过一轮试探和研究，对方的行动居然突然发力了。我羽现在被满场追逐，完全没有机会反击啊！我羽被掀翻了，我羽的行径完全被巨鳌的 AI 系统预判到了。要趁机连续攻击被掀翻的火羽，火羽已经有碎片飞了出来。火羽那是偷袭了巨鳌的摄像头吗？是。实时数据看到，巨鳌的左侧摄像头损坏，机器视觉功能部分失效。天哪！火羽竟然能在这么恶劣的情况下找到机会成功反击巨鳌。火羽一直绕着外圈跑，和巨鳌保持着安全距离。好险啊！火羽勉强躲开了攻击，但火羽好像找到了巨鳌的破绽，利用巨鳌左侧受损曲线的盲区，一直在试探性的挑衅他。生气要反击，狂追着火羽不放。火羽现在只能不停地逃跑，仿佛又回到了比赛刚开始的被动状态了。陷阱区，火羽第一次赢得了主动，现在轮到巨鳌策反倒地。巨鳌到底能不能调整回来？等等，他又翻身了，他又翻身了！哎，我也想趁着巨鳌刚缓口气的机会。火羽被击飞，火羽被击飞啊！巨鳌的尾声竟然暗藏不进，这是他第一次展示杀猪甲。火羽现在被巨鳌钳住，被紧紧顶在陷阱区的刺头上，动弹不得。哇，巨鳌竟然还有隐藏武器，是个威力巨大的切割机。巨鳌正在肢解火羽。比赛只剩最后一分钟了，火羽的武器系统要被全毁了。设备舱、动力舱都被切了漆了，太让人揪心了。哇，没有想到火羽竟然是子母机器人。巨鳌反应也很迅速，马上转过身来冲向了小火羽。巨鳌再次冲向小火羽。哎，巨鳌突然停了下来，是电光火石之间发生了什么吗？竟然被这样一只小小的火羽子机给干翻了！我、哦。